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是支持多搜索引擎排名统计，支持拓展 SEO 业务的百度 PC、 百度移动360 PC、 360移动搜索狗 PC、 搜索狗移动、神马等多个搜索引擎关键词排名查询统计功能，独立管理，定制报价，科学收费，客户拥有独立管理中心，支持定制设置价格，科学监控排名，智能分离计算，排名报告和消费数据一目了然，系统方便使用，数据独立保密，稳定安全可靠的系统，方便使用，支持数据独立保密，客户可以自己操作，监视关键词排名，业务维护方便，客户管理和市场开发方便，自主灵活订购，按需查询排名，节约成本的系统，自动收集和更新关键字排名，客户自由选择关键字和对应搜索引擎，进行关键字排名查询和结算业务，大幅节约，优化成本。 SEO 收费系统的具体功能介绍。一、会员管理系统分为三级会员流程，总站管理员、代理、会员，会员分为三个等级，普通会员、中级会员和高级会员，总站追加代理用户，向代理用户追加余额，向普通用户追加余额，代理也可以向三个等级的会员追加关键词的查询比例，如果这个关键词总站给代理10元，代理给普通用户设定比例为200%，用户追加这个关键词是20元，多余的10元是代理的利润，代理只能看到自己的下级会员，设定比例也对自己的下级会员有效。三、关键词管理，总站、代理、普通用户可以添加站点关键字，其中普通用户只能以关键字价格添加关键字，普通用户添加的关键字需要总后台审查。四、检查关键词的价格，系统支持手动输入价格和关键字指数检查价格两种模式，其中根据关键字指数检查价格，我们需要在后台输入指数范围，我们公司收费系统调用的站长家的关键字指数在指数上与百度、360等主页数据不同，请慎重使用。五、关键词排名，优化的朋友应该知道自然搜索有非现场排名情况，我们经常找不到排名，市场上销售的收费系统大多采用单节点查询技术，或者调用站长加5118等查询界面，普遍现象不闪烁，我们公司采用多节点排名查询技术，目前全国配置了7个节点排名查询，比站长加5118和其他收费系统准确多倍，提供排名快照服务。如果客户网站在搜索结果的前两页，我们的系统将自己截取现在的排名，对客户有更快的服务能力。六、公共编号查询，系统支持非认证预约号码、服务号码等查询站点排名，只需在公共号码对话框中输入站点域名，公共号码就会自动向用户反馈站点排名状况，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公共编号的功能，例如余额不足注意、关键词排名符合标准推进等功能。七、理财，后台提供清晰、简洁、清晰的财务统计分析，总后台和代理用户可以看到所属代理用户的可用余额、累计消费、上个月消费、本月消费、近3个月消费、近1年消费等情况，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看到有没有成本更低、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，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，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，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有很多朋友会说，拍视频的成本太高，海量生成不现实，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,CatVideo。
采用 AI 引擎、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，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，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